我是公共六合党的1813年号确实啊，台北捷运综合性路线丹凤站6:28，所拍摄是下一站就是终点站土回龙。你压动一下，往回龙404次哦，404次开往回龙的西山七型自适系列424423编组的高内线，刚刚刚是杨赫在丹凤站闺蜜城门下一站土回龙，终点站回龙，终点站回龙。终于终点站回龙。终点站回龙。回龙。哇，终点站回龙站到。以后回龙就是那个。万大树林，万大综合树林线的那个也是那个对，万大树林线的那个交界站，未来综合新路线。哎，张满，来终点站回龙站哦。你这样发车，有百万问，哦，那还在开着，他那还在19，哎，还不知道什么车子，这班的有没买？这班是我们刚刚搭的404。应该注册的也是6:33，回龙7月12号。